裝修啊，工程呢啲。
係啦，都係最賺得嗰啲啊。見到有好多大陸嘅公司願意嚟香港起樓嘅，都仲有嘅。屯門又有，好中意起啲可能三四棟大樓，然之後隔離會有啲三層高嘅屋仔咁樣，但係一個同一個院，同一個屋苑入邊啲私樓。國內有錢嘅點樣都嚟香港做嘢，係啊，走運。最後香港都係要賺大陸錢嘅。我幫你諗啊！
咁你以前有冇諗住而家做啲好？冇真係，我都係到中學差唔多 DSE 嘅時候先諗。中學嘅時候就啲啊。係啊。其實會的，但是這種主辦去你來幫手，我其中一個人選擇，我有市民的幫忙，我不是很難，所以他們懂得工人都可以解決，哦，那些裝修工人公司有的，有的。咁幾大喎，我見嗰度六層。係啊。
係點樣參加㗎？冇啊，你公司想開，我俾個聯絡你哋。即係通常係公司出錢嘅咯，我諗你老細都唔介意啦。係咪先？呢啲係公司攞嚟，即係行內鬥。收收入就冇夠面子嗰啲啦。哦，係啊，係啊。即係投訴。即係 WSP。WSP。哦 ，WTP。唔係啊 ，WSP 群收。我快到你啦！我退休咗。多啲。總之都係呢啲。總之都係呢啲。公司啊。